害羞的安东尼。安东尼是只变色龙，他很想要有个朋友，却因为很害羞，不知道怎么做。有一天，安东尼来到森林，他想跟大家一起凑热闹。这次，安东尼看到两只青蛙朋友。我觉得黑色虫虫最好吃了。我觉得白色虫虫才好吃。明明就黄色虫虫最好吃啊。安东尼在黑漆漆的山洞慢慢前进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是不是吵到你了？还好，我叫星期五，你呢？我叫安东尼，是一只变色龙。我没看过变色龙哎，所有的变色龙都跟你一样吗？不一样，他们长得比我好看多了。你的声音很好听，你一定也很好看。为什么？只要是我星期五的朋友，你都会很好看哦。真的吗？可是我……雨停了，走吧，一起出去，让我看看你的样子。可是我不好看呀，不要看我。安东尼被星期五抱起来往外走，温暖的阳光照在他的身上。你好高哦！你是怎么办到的？可以教我吗？实在太酷了！太酷了！对呀，没看过你这么酷的。我可以带你去认识我的朋友吗？快来看！是我最酷的朋友安东尼啊！变色龙安东尼终于交到他的新朋友，之后安东尼都会变成不同的样子来找星期五。